子玉，啊，子玉，在想什么？龙飞大哥，龙飞爷爷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无法接受你是我爷爷这个事实啊。人生如梦，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错过了好几十年。现在看起来。 我们一样年轻，其实相差好几十年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你的爷爷。说实话，我们更像是手足兄弟。我也很难把你当做我的孙子。是啊是啊，我也是啊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大哥嘛。世事真是难料，突然间竟然多了一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爷爷。 这自己有时候想起来，都觉得很好笑。子玉，你不必过分在意礼节。虽然我是你的爷爷，但你同样可以用朋友的心态来面对我这个长辈。是吗？那就好了。哎呀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想你是我的爷爷啊。其实，如果我是你弟弟，那不是更好吗？行了。 我还有事，我也该先走了。那我送你。师傅，你们就送到这儿吧。好，龙飞，太子就交给你了，路上一切都要小心。我会的，你们也要保重。子玉。 你们要听祖师爷的话。我会的。走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我老婆的病啊是治不好的。月娘啊，你出来吧。 不管怎样，我都会放你们走的。月娘啊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！请你不要着急，我娘也许正在医治，你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吧。你的病都好了，真的都好了，都好了。娘。 娘，你怎么了？不要碰我！娘，怎么了？我只好将他的病转到我身上。月娘，你是上天派来的活菩萨，你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们这辈子都难还呢。请受黑山夫妻一拜。 我是行医者，你用如此大礼，岂不折煞我？黑山，你快起来！阴阳行医是尽他的本分，你的心意，他明白的。那好吧，玉娘，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说，不管是上刀山下油锅，若黑山说个不字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黑山，你言重了。 我们也算是有缘分，是你的情谊救了你妻子。救伤治病是我的天职，我怎敢奢望回报呢？如玉娘执意不让我报恩，黑山这辈子都会寝食难安的。那好吧，我们四人准备往西方去办点事，但我们都是女流之辈，甚为不便。 你愿意一路上保护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吗？这太容易了！整个黑山寨的全体弟兄，愿誓死护送月娘平安到达。何时启程？当然越快越好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好，兄弟们，走吧。好，走。
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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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怎么了？快走！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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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，这么多钱，哎呦，抢了，哎呦，好多人呢，哎，他接来了，哎，他接来了，这是什么坏事？你想干？对，哎呀，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哎呀，不是我。 没想到啊，我鬼见愁第一次画像画的竟是通缉犯，嗯，不过这张画画的还是蛮像的嘛，值得收藏。哎，哎呦，糟了，怎么又是这里啊？我怎么又迷路了？西边到底在哪里呀？ 鬼见愁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！没事吧？啊，龙飞啊，我是不是跟你有仇啊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有人暗算我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我倒霉吧。哎，三平啊，不不，太子。 护国法师鬼见愁参见太子殿下。哎，快请请请起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连你也知道我是太子啊？哎，不知道了吧？其实啊，是我带着皇后娘娘去查出她的身世的，也就是我第一个知道她是太子的。鬼见愁，我不是叫你往西走，怎么还在这儿打转？哎。
真是不好意思，我真是一个路盲，我实在不知道西面在哪面。哎呀，你这个笨蛋，往西嘛就是往那边。师傅，有很多人。我见愁，但这边我来应付。好，走。子玉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，说出来让我听听啊？我只是在想龙飞大哥，哎，龙飞爷爷，我一直要说服我自己来接受这个事实，可是真的蛮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你是在烦这件事情啊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其实现在只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。他是你的爷爷，又是你的亲人，而且还是你的长辈，这样子啊，你们的感情会更好啊。我觉得你根本是在庸人自扰嘛。白燕，你说的也很有道理。其实啊，你真的应该谢谢我，当初要不是我坚持要查明真相的话，差一点就中了关山月的计。如果中计，说不定啊，早把龙飞给杀了，那你又去哪里认你爷爷啊？更何况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谈话呢？是啊，如果你真的杀了我龙飞爷爷的话，那我们就变成仇人了。那现在我看我是追着你找你报仇了。是啊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我想我们早就已经变得势不两立了吧。也许吧，这就是天意吧。还好这么多的如果都没有变成现实，要不然我们就……这样看起来好像我们还有些缘分。你真的肯承认我们有缘分吗？我觉得这缘分真的太不容易了，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。有件事告诉你，龙飞没有死。龙飞没有死？是的。
龙飞，不管你跑到哪儿去，都是死路一条。师傅，你怎么会比我们还要快？真不愧是大侠呀！快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走。哦，走。不知道修德他们在哪里呀？别着急，娘娘。你们看，这些人肯定是关山月的人嘛。皇后娘娘他们好像被抓起来了。师父，那我们赶快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。回剑城，我和你冲出去，杀得个措手不及。好，那我呢？太子殿下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啊。哦哦，哎，别打了，都是自己人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这纯粹就是一场误会啊。静心居士，他们是谁？他们都是黑风寨的义士，保护我们往西行，一路上对我们照顾非常周全。黑山，这两位就是龙飞大侠还有鬼见愁。我是黑风寨寨主黑山，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们。谢谢你们照顾，一路辛苦。天爱，你娘为什么蒙着脸？我娘得了雪狼斑，怕别人看到她的样子，所以才把脸蒙起来。娘娘，你知道我们把谁带来了吗？看你高兴的样子，不会是找到我儿子了吧？娘娘果然聪明，神机妙算，的确是太子。娘娘等着。太子。太子。啊。太子，出来吧。修德，我就知道是你。大娘。还叫我大娘，娘找你找的好苦啊。娘，孩儿不孝，让您受苦了。娘不苦，以后娘再也不让你离开我身边了。弟兄们，咱们保护的可是大人物啊，快随我来拜见皇后娘娘，还有太子殿下，快！快点！皇后娘娘、太子殿下，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大家快快请起，我们母子两个承受不起啊。各位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动身启程吧。启程吧！啊，龙飞，我还要去找药治病，就不与你们同行，请原谅。也好，祝你早日康复，路上小心。娘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，不，你还是跟着大家比较安全。可是我不放心你啊。孩子，你不用担心，娘会照顾自己的。黑山，他们就全拜托你了。姨娘请放心，我和兄弟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誓死保护皇后，
姨娘，后会有期了。嗯，大家后会有期，多保重。各位，出发了。走，兄弟们，走了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了，走。天爱，跟他们去吧。黑兄，哦，我因为护驾有功，我已经被封为护国大法师了。哦，我觉得你要是再努力一下呢，能当个什么将军之类的。嗯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当将军的料。哦，贵郡主，啊不，护国大法师，你真的认为我是块当将军的料？没问题，你肯定能当将军的啊。哦。没事吧？天爱，贵见愁，你带娘娘他们先走。好，娘娘先走吧。哦，走走，走走走走走了。有没有伤到脚？我扶你吧。不用了。子玉好像真的变了个人似的。嗯，人是会改变的。师父，我想问你我爷爷的事情。好，你爷爷天生嫉恶如仇，个性刚烈，跟子玉的爷爷很像。他们两人同甘共苦，情同手足。只可惜你爷爷遭关山月暗算，而龙飞也蒙上了不白之冤。没想到几十年后龙飞死而复生，我想这可能是你爷爷在天之灵的庇佑吧。要龙飞为他报仇雪恨，如此机缘巧合，正是天意所成吧。终于等到真相大白，我这几十年的心血
也没有白费。啊，童老爷子，白燕姑娘，在下准备了一些酒菜，可否赏个薄面，一起共餐如何？突然间那么好，请客吃饭。啊，三位都是雪精灵的朋友，如果没有盛情招待的话，恐怕雪精灵会怪罪于我。水仙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有事先走了。白燕、紫玉，你们留下来陪水仙吧。嗯，是，师父。告辞。告辞。啊，两位请跟我来。这倒奇怪了，一个人都没有，难道是鬼装啊？大白天哪来的鬼啊？还说自个是驱魔捉妖的护国大师呢。哼，我看呢，八成是吹牛大师。他们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全都这个模样？龙大强，他们得的是血狼斑，会传染的，大家小心点，千万别碰他们。哎，龙飞，为什么你和黑山没有事啊？好痒啊！可能我冰冻了几十年，身体发生变化的缘故吧。我大概是老婆得过这种病，时间长了，我就可以抵抗这个病了。哎呀，那你们也太过分了，干嘛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来？好痒啊！鬼见愁，不要怪他们，都是我们不小心所致啊。看他们个个饿得骨瘦如柴的，怪可怜的。秀德，不要怕，这种病一定会有药可治的。可是他们比我们还要可怜，得了这种病连饭都没得吃啊。哎，荣飞啊，既然你没有事情，不如去找些食物，也好让这些村民充一充饥呀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黑山，麻烦你留下来照顾大家。哎，你放心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嗯。秀德，不用，我还可以，再来。没想到在天理国境内还有被遗忘的一群。令人担心的是，此病如果不找出医治良方，这一旦蔓延到外面，后果将不堪设想啊。
是啊，这也正是我担心之处。目前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在没有找到医治良方前，我们大家都不能离开这儿，以免疾病蔓延出去。嗯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等我龙飞师傅回来以后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。嗯。分给他们吃吧。师傅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拿到医治这种病的良药，今晚我就在这边休息，明天一早我就出发。嗯。天爱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娘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解药？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平安？我好担心她。你娘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一定会保佑她的。但愿如此。龙飞，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很丑？天爱，你别担心，明天一早我就想办法。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治好大家的。皇上，请恕罪臣姗姗来迟，微臣痛心。皇上，您未等到。逆贼关山月伏诛，便撒手归西。皇上，微臣今夜来拜祭，还有一事禀告皇上。您的皇子修德尚在人间，现在和龙飞、纯义娘娘在一起，可惜皇上看不到了。愿皇上在天之灵保佑太子早日中行天理国。童无忌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，给我杀！杀！万金王，鬼，快跑啊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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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，说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启禀王爷，此次计划本来万无一失，童无忌已成囊中之物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突然间万宁王出现了。万宁王？你肯定你看到的是万宁王？属下不敢欺骗王爷，确实是万宁王。况且王爷，当时在场的人全都看到，确实是万宁王。明日正开棺验尸。是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人还是鬼。你那名属下果真看到吗？该不会是没有完成任务，故意编造的吧？我谅他的胆子再大，也断然不敢骗。更何况，也并非他一人所见，在场所有禁军也都看到了。不可能啊！那老皇帝分明是断了气，现在怎么可能还活着？
不管是人是鬼，明天都要去看一看。我倒要看看那个老皇帝到底是不是死了。你万万不可莽撞行事，你应该三思而后行。毕竟他也是一国之君，开棺验尸实属不妥。 你若轻举妄动，朝中百官定有异议，届时引发众怒，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？你说的的确有些道理。不如这样，你陪我去。什么？ 我陪你去，我害怕。你怕什么呀？你一去就有了一个借口。如果有人质疑，你就说最近常常夜里梦到那个老皇帝，心中十分的惦念。 你此行是特意前去帮他修整墓地的，慰藉先皇，这的确是个两全之策。哼，好吧，我陪你一同去。这。 就名正言顺了。到时候你代表的是后宫，你此行是为那些死去丈夫的女人缓解相思之苦。我倒要看看，还有人敢说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 哈，东天碑。 这位是，这就是万鼎王。万宁王不是已经驾崩了吗？我看，还是由姨娘告诉你们吧。啊，不要靠近我，我得了血狼斑。姨娘，皇上虽然还没死，但也是个活死人。我将他带到这儿，就是希望他能与太子和娘娘见上最后一面。姨娘，你怎么知道皇上他还没有死呢？ 其实，我和皇上是异姓结拜兄妹。他早知关山月密谋造反，于是假借招我入宫医治的机会，将遗诏托付给我，为娶进关山月而诈死。果然，关山月在得知皇上驾崩之后，拟假遗诏立十三皇子为王，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现在只等太子和娘娘回来，将关山月一举擒下，还原真相，以慰天下子民。 姨娘，师傅，这不是皇上吗？是的，怎么了？皇上病危了。啊，龙飞，皇上要我将遗诏转交给你保管，等太子回来后即宣读遗诏，让太子名正言顺的登基。这，我，龙飞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 我回来是要取天水甘露，救太子他们。他跟你一样感染了血狼斑。你们等我一下。你们两个小灵童干嘛？我是雾洞圣水。 你是凡人。
不得触碰天水甘露。我不是凡人，我是龙飞。天水甘露乃我精灵族的圣物，请高抬贵手，不要冒犯。水仙哥哥，我是我。许精灵，你干嘛假扮龙飞呀？现在我没有时间跟你说了，我要天水甘露拿去救人。你自己取就行了嘛，干嘛要大费周折呀？切记不许说破，否则与你誓不甘休。哎，快点，快去取吧。快点！是我呀！你一会儿龙飞，一会儿雪精灵的，都把我弄晕了。谢谢，我们走吧。请先救姨娘吧。你没事吗？哎呀，谢谢你啊！你应该谢谢，谢谢龙飞才是。龙飞，谢谢你。别客气，姨娘啊，天安很记挂你，你现在没事，我也好跟他有个交代。紫玉、白燕，你们俩跟我到西方去，助三皮一臂之力，这边有姨娘。跟祖师爷照顾皇上就够了。也好，我跟百燕在这里闷得发慌，出去走走也好。咱们走吧。关山，童老爹，得麻烦你一件事。对，这样才能够把握关山月。谁轻易地爱上他，不矜持一下，忘记过，伤心过，一转眼又是盛夏。谁轻易地摘一把，不迟疑一下，成长过后的罂粟花，美丽而且狂妄。重复，笑着看我，不说话。